2011年发行首张国语唱片后，暌违歌坛五年之久的江若琳携新专辑《最好的时光》强势回归。在11月9日的首唱会上，她就为大家现场演绎自己的新作品。夜深人静的时光，错过每个分岔的路口，再多伤痕再痛，接下来的时候，拥抱最初的梦想，守护最好的时光，握紧前世美梦的墙，永不走不散。在这张唱片中，江若琳不仅亲自参与填词创作，还自导自演了主打歌《原来我还爱着你》的 MV。 首次担任导演的经历也让江若琳非常难忘。基本上拍完吧，然后我腰酸背痛到不行，因为像我刚刚所说的，我真的觉得是自虐型的，因为我自己写这个剧本就每一场都在哭。然后我拍的时候就16个小时，那我半个不有8个小时，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在哭。但是我最难的是我又要拍我的男主角，然后男主角也要哭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一哭完就要跑过去看行不行，然后不行了就要再重来这样子。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后再也不会写这种让自己这么累的角色。谈到新专辑，江若琳表示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和经历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。